射出直线的光芒，别人就看不见你内心的摇晃。有个声音还是不停地说，你眼中看到的那个不是我，怎么会有个人用了我的血肉？我想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字典上翻译成这一说害羞，能不能快一点滚出我脑袋？我们是魏公子，然后这首歌叫做《大头》，献给有一个工作人员跟我接洽的，他说他的外号叫他大头哥，这首歌叫《大头》，送给你。他真的叫大头，不是胡乱的。Thank you.
我说不出来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车库，然后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个神圣的摇滚场地，很怕大家觉得谢谢，但其实我们团我是觉得没有很摇滚，就是比起比较那一种，所以我就很怕我们这些小清新会被排挤，然后就一直很紧张。好，谢谢。因为我个人也不是这种唱饮挂的，我不知道文化，我想到台下如果大家都是那种准备已经要撞的，然后就听到我们歌就撞不起来，但没关系，大家现在可能刚吃好饭，等一下晚一点再嗨也是没问题的。下首歌叫《深呼吸》，真的撞不起来，好不好？
就先放着吧，我来一直这样的心饿啊。真的很开心可以来参加车库摇滚，谢谢主办人，就是把这个活动撑起来，然后觉得可以莅临这个摇滚现场，觉得很激动。然后就我所知，今天还蛮多表演，就是在台北市发生的，所以我觉得现场的各位，谢谢你们来参加车库摇滚，因为这其实就是一个最 rock 的地方，对不对 ？Yes， yeah! 没错。好，下首歌完了又撞不起来了，最后一首歌撞了起来，下一首歌大家就是再等一下。好，叫做困。
还是成了那个，明天再说是不是真的还是骗人。最后跟大家说一声，我们是魏公子。然后，好，我们要放最后一首歌。然后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去听一下我们的歌《Street Voice》啊，这个《Street Voice》没有上架任何其他的。然后，我们接下来表演，我们十月在台北周末不断电，还有贵人散步。然后十二月的话，可能之后会再告诉大家，我才不知道。然后最后一首歌叫做《潜意识》，是我个人最喜欢自己的一首歌，希望你们也会喜欢。忘了该你想思考，怎么我又变你的骄傲？